觉这个蜂窝是，其实就是我梦中的地方嘛，这么说吧。同事都很优秀，教授不谈，我们知道中国的教授都是世界一流的。我也没什么，说实话，也没什么特别的贡献。非本职工作，可能大家需要帮助的时候，可能会伸一把手。工作上有个小的失误，可能对我们同事来讲是百分之几的一个失误率，但对学员来讲，他的 failure rate 就是100%，所以我们不容许这样错误的产生。对，我觉得认真其实对于我来说是让自己心里过得去。所有我们做的其实是保证整个教学的环节，不要浪费一分一秒。这里有我特别喜爱的师长、学生、同事，所以我想我们一起努力使中欧变得更好，我们自己也会变得更好。中欧的特点其实就是团校训，认真创新，追求卓越。我觉得多元化实际是我更看重的。其实我的性格里面并不是一个包容的性格，我本身也是一个包容的获益者。这个时候里面，我自己除了教学研究以外，对中欧的最尽心尽力就是帮助中欧建立一个好的制度体系和建立一个好的文化。我经常听人说，这个人生若只如初见，是件很难的事情。对这所学校，我真的有就是说如初见的这种感情了。